杨哥嘛。Thank you.
마음 다루는 거. 不過今日順走都好危嘅，我同你講，好運氣。 咁好，呢兩腳踢得後面有亂咁交咗。 呢班似乎有啲超齡，咁高嘅，係咯，係啊，有幾好高喎，但係高得嚟真係，我覺得佢唔似係07年咯。
翻我想落雨喎。係啊，係好舒服啊。咦，坐好啊。走。好。嗰邊細仔啊，一隻人啊，一隻和品。零六年先行過，咁咪我睇咯，睇半場先。唔好啦，咁我哋半場你打擊佢哋啦。係啊，我會鼓勵嘅，但係就會。頭先半場咪教佢鬧到喊曬咯。阿偉哥你。或者鼓勵的嘛，你想教他呢，不是你想教他呢是要很有技巧的，你要鼓勵式就教到他的，就不是說很直接這樣。但是呢真的是最好的，我要加加加好了，他們現在過去之後吃飯，他們要翻去行包但你同頭先講鬧佢更加即係比較慢啦。咁第二次一，佢一個教頭頂唔到啫嘛。哎呀，呢個唔好去啦，唔好去啦。定啦。好啦，兩個接好波啦，兩個接住有咩事？病咗，佢而家食翻飯啊！啊，佢上下晝真係好優秀嘅，佢食緊藥嚟㗎，係啊。但係佢上半場，佢上晝真係冇用，佢跟住中午飯佢食咗飯啦。
鬼高嘅咯。但呢個唔可以超龍喎，呢個酒店超級咗唔可以超嘅，係龍七度。